中国我所采取方。要历史干什么？是历史的悲伤，要历史干什么？然而却能从历史里抽离其身，而不成为它幽禁的囚徒，那历史插上想象与飞翔的翅膀吧。看荷马是如何书写历史，看圣经是如何创世开头，还历史与人民自由浪漫之身，打破统治者的囚笼枷锁。那一群历史不充满开疆拓土的冒险故事，那一群王室遗址不充满动人的悲伤传说。每当我读中国历史时，我只想放声一哭，为它的重复单调，又为它的无趣建构，在如此广阔的土地上，百草汇聚，千火奔流，怎会卷之一统，一脉相承？时代为我所用，一派胡言。历史的嫦娥不是独生子，也不生于摇篮之中，而是多产的母亲，星光点点，拭去云游，行走。